是在吃年夜饭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这个接到他的电话了，我们就放下了话题，在准备行装，马上的就赶到这里了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2006年入学的时候买的宿舍就说了，应该选择的交代就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个时候就算了是作为一个重症医师是职责。那么当然这个上次呢我也参加了疼痛，但是呢没有到小康上一线去，所以呢这一次呢正好弥补了我的这个缺憾。我家里呢也是过去是做医生的啊，那么我跟他都是二技大毕业的，尽管呢现在我和我爱人都是退役了，但是呢骨子里边还是军人的这种作风在，是吧？我想我们冲在火线的人肯定会保护自己，所以保护自己才有可能救活更多的重症病人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